tribute concert 的 CD， 然后我就在里面听到 Ben Folds Five， 有就是完全的一个 piano rock 团体，就是翻唱这首歌。那我觉得他就是做的很，就是虽然这首歌一直都是很轻快、很活泼的，可是 Ben Folds Five 就做出非常那时候 contemporary 很那时候年代的感觉，就是九零年代的感觉。所以 anyway， 我们这次也是做出一个比较 modern 的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。好，那就来吧。